真的是已经累得半死，就是差不多要收工回家了。可是我又留下来准备看这场戏，因为你也知道传说中 Peter 身体非常好，所以就是不看白不看，我就特别说不看白不看。然后所有女性工作人员本来就是能够找地方偷睡觉就偷睡觉，就大家就说来看来来来，制作人在那边要留言，所有女性工作人员就跑出来，然后把手机相机都准备好，然后他一出来一走出电影室就像开记者会一样，被所有那个追逐的女性全部包围。他事先不知道你们要拍照，他知道，他做好心理准备，可他不知道我们已经堵在门口。哦，想到了，但没想到有那么多那么丰盛的人都在外面等着。那何人能看到就是这个场景，心里会不会有一丝骄傲？就我觉得这作为男性这一刻很骄傲哎。其实因为我给自己准备的泳裤是四角的泳裤。四角？对，因为我以前我从来没有穿过三角的泳裤，在外面游泳。对，然后呢？因为那一天大喜的戏结，我故意安排他的戏结束了，我才拍这一场，就想说他可以，哎，大家他那些人都走掉了，再偷偷摸摸的就把这场给拍掉了。偷偷摸摸。但我不知道，可能剧组里面有内奸吧，就跟他通过报信，然后呢，我就被迫要穿那个三角的，一走出来，哇，本来以为就几个工作人员，怎么多了那么多观众？然后好死不死，现在每一个手机里面都有相机功能，然后。虽然蛮不好意思，但是想说算了，就豁出去吧。嗯，对啊，反正已经这样了，对，所以就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，大雕。哎呀，不要再出声了，嗯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片段是什么样的。他真的是很轻，你们我干抱鸡蛋的，就丢鸡蛋那个抱他其实很容易抱起来，但是那时候因为我的那个脊椎受伤了，对，所以就比较抱不起来。真的，你知道最关键的问题是那天真的那个 pro 很斜，但是巧的是今天我们这是平地，所以你要抱我吗？还是我要抱你？我跟你也较量过，我自己知道我的能力不如两位那个方便吗？我是当然不方便，我要是一穿帮，我明天不头版了吗？拜托，那真是，那骂我吧。没有，那这样，那这因为今天这个真的着装的问题，这样，我们还是先问问粉丝，知不知道这是哪一场戏？好，那就最前面这个戴眼镜的女生 ，VIP 席的这个怎么样？好，知道，不急啊，不急。别哭啊！乖，先锋被那个，他就是炫耀被绑架了。啊，别动，救他！啊，开震动了，没事啊，乖。他喜欢打，不懂，一直在打。第一次见到你本人，好漂亮，谢谢你。先回答问题啊，就是夏末要去试训，然后被绑架了，少爷去救他。嗯。答对了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让大 S 给你送出这个礼物，好不好？嗯，开不开心？开心，超开心。好，冷静。谢谢哥哥啊，谢谢。要不要跟 Peter 握个手？我也很想你。谢谢你啊，谢谢大家支持捧我之下。哎，这位开了震动的朋友，好，就也看得出对我们演员喜爱了，预示着我们的泡沫之下呢，一定可以有，就是掀起收视狂潮，对不对？是。那刚刚我们通过三个小短片，其实也侧面了解了一下，我们拍这部戏真的很辛苦。是。那我们知道这个剧中呢，就是洛西亚欧辰呢，是轮着番儿的对这个夏末表白。对。那今天我们粉丝呢，其实有三位同学呢，他们也精心准备了要跟二位表白的这个话，然后我们要不要让他们上来跟大家交流一下？然后你们选出一位，然后为他颁发这个绿丝带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那有请我们精心准备的这个三位粉丝上场。好，来，我们
三位活泼的粉丝。在哪里？我都准备了鲜花。两位吗？还有一位是吗？哦，我带些礼物来了。这应该是朋友们送给孩子的。还好了，这种还有我。我们注意安全，我们看是用巧克力拼成了一个心。哇天哪，哇这个场面好感人哦。哇好想哭哦。好的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来我们来